辽国成王张家皓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节目主持人黄东信、吴姿坛、陈婉景。
这个部分请大家掌声要热烈一点哦，因为我本人在雅马哈任教，他是我的小老板啊。那如果不好，可能回去那个薪水表单会扣多几个，绩效可能会稍好多。对，而且今天请全天假，真的。还有啊，经理还坐在前面这样子，很不好意思。对啊，这个首先就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张经理啊，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个器材都是我们雅马哈热情的赞助提供，没错，感谢张经理，对，感谢张经理，谢谢他的赞助。好的，那我们废话不要说太多，是，今天还有什么精彩的节目？接下来呢，这个表演非常的特别，没错，嗯，那蛮特别，我们请黑妹来，黑妹哦，蛮黑的，对，尝试。那在介绍的是，对，就是纯真带来的手舞的 solo 表演，纯真是没有错。那问一下大家哈，好，大家知道铃鼓是来自哪边吗？雅马哈。雅马哈，因为张经理是在前面，你是这样，你说发明的，你说发明，帮我打广告这样。对啊，雅马哈热情掌声中。你这样推理是没错，但是我虽然不知道国家在哪边，那我觉得发源地应该是好乐迪。好乐迪，我还前一位了。好，你们两个不要再误导大家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们。所以有点见识。当然了，我是有音乐素养的，好不好？本身是哪一组？台湾组。台湾组是没错。那你是？我月生在橘园嘛，所以我生活是台湾的超级满族。看身材也能够略知一二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段。我们不要再拿身材这个笑话自己了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个有点。我真的以前完全无法体会女生在说好胖好肥是什么感觉，我今天深刻的。是不是你的外套可以扣上吗？你扣给大家看看。去年，各位，这西装是定做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本来是可以扣起来，现在很悲哦。那个从香港回来的那个朋友都说，哦，最近中心你有练身体哦。我说不是，我只是发福而已，我就把它撑开了。哎，好了，我们铃鼓是从对，好，铃鼓是来自阿拉伯，好不好？对，那阿拉伯人是中国那个吗？哎，是，你这样不太好看，好不好？对，阿拉伯文呢是来自，就是说是 Rick 铃鼓的阿拉伯文，阿拉伯对。Rick 啊，今天学到。那 Rick 呢，在那个阿拉伯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乐器。哦。对，那不管是民俗或是古典音乐当中呢，就是占有一席的之地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我一直以为铃鼓是一个陪衬的那个角色。对啊，就拍一拍跟一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前上音乐课比较没有音乐素养，都会被分配到铃鼓这个角色。对，没错。对。那大家也别伤心，如果跟彩彩一样被分配到铃鼓这个角色的话，也别太伤心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的手鼓演奏家纯真呢，就要颠覆大家这个对铃鼓的刻板印象。那我们要认识这个乐器之前，我们要先认识一个人，为什么他会喜欢到这个乐器？是，一定跟他的性格有关系。因为你刚才讲的他的那个中东的感觉，很有文化。真的，相信纯真应该是一个优雅的女性哦。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他的 VCR。